整体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很冰滑凉那种料质哦，你们摸到那个料质啊，你们一定会觉得 Oh my god， 非常的舒服。背底的部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也是那种非常柔软的，然后呢一样有点微微的厚度，大概是2公分左右，然后它是这个杯啊，它是完全就是侧在里面，然后它是完全不会跑杯的问题，然后一样是非常柔软，然后非常舒服的，然后整体也不会炸副乳，因为像我自己本身非常在意副乳啊，就是会炸出来，那这件完全就不会。有白色、黑色跟我身上这个又有点蓝紫色，那这件算是就是最好驾驭的，因为它最冰、最凉、最舒服、最弹，然后长度最好。你看哦，其实它是可以外出的，然后它的背其实蛮简单，所以我说它是最经典简单驾驭。这款比较端端，然后比较厚一点点，大概快到2公分，它车的比较大片，所以呢我可以因应更多就是丰满的粉丝们，就是它的包覆性会再更好。那整件呢像一件游泳衣一样，又冰又凉又软，然后它带有类无痕的效果。